还在那玩儿，不知道帮妈忙不忙，那么眼睛。不是，妈，你不知道他干活有自己的风格，你要是给他整不好啊，他还不乐意呀，你知道吧？你去，我去，您先。哎呀，行行，坐，我去，行吗？去。行了，明白，已经完事儿了，快来吃饭，好饭了。快点。你看我妈做的菜啊，儿媳妇尝尝一会儿妈做的咋样？做的比京城强多了，一看都不比饭店的强。来，那是，我跟你说，妈对厨艺这块还颇有研究呢，以前还那个特意啥是学过是吗？对，嗯。快来，快来，坐着吃饭。哎呀，我要有妈这手艺就好。儿媳妇，咱不用啊，京兵完全得我真传，以后你家饭就让他做，我看去。不是，哎，你们娘俩人一唱一和的，都没跟我商量，就怎么就定了？对我呀，这七十单人，我就在家给你做饭。咋的？做饭咋的？我咱也不咋地呗，那就做呗。那你还未必能我做的好吃呢，还、哎。嗯，那对，我看就你能收拾他吗？你收拾他一点话都没有，这在家，哎，我能欺负你？没有咋欺负没欺我负你？没有，我啥就。我儿咋？媳妇儿，你说说他咋欺负你了？妈收拾他，妈，你都不知道，金明老要跟我离婚，啊？不啊，是我没。然后还想换一个，哎，不对，还想找俩，啥？神经病！我不我是你发不是你，等会儿，你这线咋少了你你们呀？放屁！我啥时候说的话了？啊，妈没说，金明没说，你给我站一边去，你别吃了。不是我妹就。大喊，他胡咧咧，你也信呐？你没说过完，人家能就是凭空胡咧咧，你咋的啊？行，你俩吃吧，我看着。哎哥，嗯，这女孩是谁呀？来，我看。嗯，这，同学，嗯，同学。啊。你挺开放，小时候同学照相都搂着。就以前同学嘛，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儿，然后拍的，那我看那小手放的，俩人那么甜蜜的表情，咋看都不像同学呀？不是前女友啥的吗？我忘删了，我都老多年没登 QQ 了，那谁现在没事登 QQ 啊？你是想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吧？不是，啊，你拿来了，我现在删了行吗？不用删，真不用删。这你没事想他了，还能打开，没事看一看哈，然后再回味一下，顺便回味一下当年的海誓山盟，不是我对回吧？味啥呀？我回味就是忘删了。那为啥别的前女友都删得那么干净，连渣都不剩，就留这一个呀？不谁现在没事登录 QQ 啊？我错了，行吗？我现在有的删了，好不好？不用，真不用删，真不用删。我得上班去了，你回家吧。天也太冷了。晚上吃啥呀，哥？你不生气了？我生气也不能耽误我吃饭呢，我还生病呢，是不是？不生气了。不生气，好。是不生气，但是就是吧。嗯，你说我看着我现在的男人，搂着别的女孩，然后他俩在一起还那么甜蜜，那我肯定心里不舒服啊。我还恨，就是可恨，为什么没有让我早点认识你？但是再想吧，你说他那么爱的人，哎，当初他是可以搂着，但是现在只有我能搂着，我不光可以搂着，我还能骑着。对吧？对，哎，肯定是他有些难过，我不应该生气，他生气。对，对，还有，就是像你之前跟我说，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对吧？但是希望未来，不对，是必须，未来必须有我在你身边，对吧？对，哎，这么那，想我就开心。对，行，那个，然后我一会儿回家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全删了，就咱就翻篇了，行吗？不删，咱不删。为啥？
因为你看啊，这些就是你以前人生中的一部分。嗯啊，然后有了这么多人，过去的这么多人陪着你成长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才能造就今天的你嘛。嗯，然后才能让我拥有，对吧？这么完美的，肯定不能删呢。如果就比如说你回家把这些都删了，嗯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那我还觉得你挺冷血的呢。我才不要一个这样的哥哥。就是姐肯定是很大度很大度的人。You're beautiful, you're beautiful, you're beautiful, it's true.